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我收集一些日常食。哎，我打过两节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过两节。越过你，我觉得那边好像可以打。啊，里面是一只那个，可恶，骗我。这里会很难，这四只。七只。过来过来，哟呼！怎么后面有敌人啊？啊，就是你。又是你，还好我绕得好。哇哦！特别的，跟其他关都不太一样。
什么？还我！Give those back. 酸哦。关困难跟非常难，就算是没什么差，就是跑步。我等一下还是会有怪物啦。我觉得刚刚这边是不是没有收藏？哎，这关不晓得会不会有装备可以捡。这种定型感觉就不是可以打破的。一点就被它吸走了。塞车！
太高反了。快点！塞子这有点麻烦，刚好三下不是很好躲。哎，太早躲了，我等他挤完，蠢蠢的。太早，他在说什么？怎么不要瞎打我？不行啊，跳打死，不过就让上面掉下来打比较好打。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